从刀刃割。现在谁接你的？谁接他的？快点！下去，快点当枪！男星于景天曾参加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三》，近期现身机场，引来太多粉丝将于景天包围，造成混乱推挤。一名警员前来开道，并激动大吼，最后着急拉住于景天的外套往前推，此举动造成粉丝不满，大喊不要推他。快点，从刀刃开！现在谁接你的？谁接他的？快点！下去，快点，当枪！事发后，粉丝在网上爆料，掀起两派意见。而于景天本人也在微博上道歉，